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出非常年轻的这个高管团队，对，也就是我们一下科技的 TFO TFBOYS 作为明星高管代表给大家打招呼。来，这样吧，我们直接来问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对，问一下三位老总，来，俊凯先来。要问什么？是要问怎么样？当了这个高管，感觉如何？其实我们其实虽然是什么未来指挥官，但其实我们只是初入职场的一个小白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有就是有韩总还有这些的照顾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一下科技能有就是一些更新颖的一些开发，然后去推出一些更好的一些合作。那2018有什么新的规划有没有？职场上有没有什么规划？2018还是希望就是继续在小白的路上继续前行。对，作为一个职场新人，继续要跟韩总您好好学习的意思。一起加油。好，下一位，我们来请那个王源。其实我觉得一下科技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因为拥有现在全国最厉害最火用户体验最好的移动视频 APP， 所以也为我们身在这个时代感到开心，那也为我们能够站在这里和韩总我们一起合作感到开心。哎，王源嘴里说出我们为身在这样的时代而开心，对，真的是赢了，非常赢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千玺。其实前面有赵丽颖姐姐，然后张靓颖姐姐，还有江乃亮哥哥，然后我们作为入驻一下科技的一个新鲜血液，然后希望能跟韩总多学习，然后一起能了解到更多的科技知识，谢谢。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韩总了。刚才呢，你的三位高管呢已经做了述职啊，那您的感觉怎样？您对他们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我觉得大家过去一年的表现都不错。我也为自己能有这么棒的团队感到骄傲。光熠熠的高管团队，来，有请各位摄影师。我们要恭喜韩总，一下科技高管团队不断壮大，期待2018年一下科技能在韩总的带领下，成为我们所有的用户。为我们所有的用户带来更多更有意思更好玩的创意产品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各位老总先到台下休息一下啊，谢谢，期待你们待会儿的表演。